一般我们术后啊，像肿瘤性的病变，两年之内，那么早期的了都是半年一次，如果中期、局部、晚期都是三个月做一次。他这个孩子呢，18岁就发现这么大瘤啊，他是相对大一些，他不是早期的。然后呢，现在做了检查，看起来了都很好。你说有胸腔积液呀什么，那是术后的改变。术后像这种，就胸膜有点增厚。胸膜有点增厚，不是什么胸腔积液啊，是一点点胸，是手术刺激引起来的。手术做完手术留下的疤嘛，没有什么胸腔积液。那么他呢，最后证实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瘤是叫粘液表皮样癌，这种癌了恶性程度不高，所以我还是建议半年做一次这样子的。那现在就可以半年一次。对，半年一次，然后过两年以后再可以拉长，一年做一次。他年轻，现在看起来这一年的都很好，可以拉长一些啊。